淤血下水道会做大概9件的一个改善工程，那工程大概有1.5亿左右哈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它整个在淤水下水道完成之后，其实就可以达到提升到每小时大概67毫米的一个保护标准，这个已经大幅的会提升一个通水能力了。但是呢，为了要因应现在其实是随便的哈，比如说我们上个月哦，这个月其实随便大概一个小时都很容易就超过这个保护标准，所以我们为了提升整体的一个防洪机制。所以会在龙灯这个地方再多做一个自动自己的啊，你这边哦是两边哦，两边龙处理哎，因为我们让那个自洪的功能能够原来的这些也不一样，这铁路不加玻璃的，玻璃的哎。啊！你不是要降价了？加无都降价，铁路关系，铁路关系，所以用地，加这地啊。对，乌青的啊，这小通水也当小通，水也得一定有相含的当小通啊。那过来降价偌济，然后它延缓的，比如讲，你有增加它的，因为即马时雨量足大嘛。对。你可能冻几点钟袂淹起来，啊，再来你水尾部分如果若无处理的时阵，是毋是干呐存地水？到尾地水了，比如哎，比如一点钟以后不会。我林振宇哦，啊，即阵雨，啊，有时啊造成民众的这个啊恐慌，啊，想来饮水，啊，包括咱今啊，啊，然后这个气象局来讲，一礼拜有可能阁有风台要来临哦，所以呢，咱来真来关心，咱欢迎哦，这个啊。园区的这个附近的这个积水的一个问题哦，咱除了讲挂经费吼，咱的这个施工所针对咱的举光路的这个啊地下排哦，进来做实施以外，咱的也够有另外一个就是咱的这个蓄洪的一个部分哦。那未来在咱的龙灯公园家有两个这个蓄洪池是相通的，可以容纳到47000毫米的那个一个小时的一个这个啊防洪量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过去哦，在我们园林的地区大概是只能每个小时是45公里的这个数字哦，那经过改善之后，可以到我们的这个71哦，那至少说可以这个不是急降雨的状况之下，不会有这个淹水的一个这个部分。那除此之外，后续还有南平排水的一个整治，我们现在也在加紧脚步哦，就希望尽速把这个排水的这个设施啊，我们尽速的给它建置完成，让我们这个强降雨也好，或者说台风时间也好，能够呢减少对于民众的这个生命财产的一个这个威胁哦。那我们呢一起来这个美好彰化希望城市一起来。市长，这个经费大概要多少？这个经费现在我们龙灯公园的经费总共是大概1亿大概8000万左右哈。那举光的这个啊地下排的一个部分应该是3000多万的一个部分，后续我们还有在南平排水的一个部分哦，我们一段一段会把那整个，因为整体的规划已经完成哦，那现在就针对一段一个区块一个区块，再来把它做相关的一个这个工程的一个完整。是以防洪减少它的洪水冲击为优先，但是我们要顾虑到说，其实它现在就是一个公园的使用，所以我们要维持它的一个休闲的运动空间，所以要让大家这边可以活得。